2017圣道之夜篮球 3x3 城市争霸赛梦想巡回首战16日正式开跑，台湾飞人陈信安16日现身 Commune A 切货柜市集，与幸运球迷一尬斗牛，抢先体验圣道之夜全新赛制。首度出现的四分线陈信安也没有放过，继陈志忠、周世渊后，今年梦想巡回第一站邀请陈信安快闪台北街头球场，与球迷一同尬球。久违球场，陈信安身手依旧，开赛不到十秒便飙进一颗三分球，比赛当中也多次尝试四分球的投射。习惯室内球场的陈信安不忘打趣说自己三对三是娱乐型，如果现场打个棚子一定会打得更好。篮球 3x3 城市争霸赛10月、11月、12月分别在台北、高雄与台中开跑，台北10月13日 Commune A7 正式开战，赛事采街头斗牛制，各场次一到场顺序报队参战，获胜队伍留在场上接受下一队挑战。今年除了新增四分线，还另设置女球员新规，女球员得分以两倍计算，最高将有机会一次得八分，让女生与男生在同一赛场上争夺最终的冠军头衔。比赛资讯详见官网 http://www.3x3bbl.com 中时电子报。